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名字？圣剑士。但是迎面跑来了一只小狗，小狗跑得很快。然后上面有一棵树，叫做骑在墙头的树。这棵树长得很高，所以说自然界的生命还是很有。周围的树都长得很高，不晓得这边的树是吃了什么长得特别高，但为什么这边的人长得不高耶？看一下是不是很高啊？很高，对不对？